起床了。还有什么早餐可以吃？这是什么？是我们在坎昆买的冰箱贴。140卡路里，好香啊，有一股奶油的味道。也是早餐，好香啊，比我想象中的好吃很多。我最近迷上了《知否知否》，觉得太好看了。今天想录一期 vlog 啊，这样拍我脸好大。我真的胖了很多，啊，好痛啊！我的脸这里，因为皮肤太干了，这一块好疼。我脸颊两边特别干，每次涂护肤品它就特别疼。糟了，上次都被我发现了。我减肥食谱要用到的材料都买齐了。去 Best Buy 拿笔，终于拿到笔了。最近特别烦下雨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下雨天，但我最近特别烦，实在是雨下太多了。哈，哈。Ordi, Midi, Tali。Tanana Ganada Lama Ba Sa A Sa。 韩语的发音真的好难啊。A E五五呃一哎哎喂喂，我觉得 a little。 那你呢？我别个定的闹钟10:50的时候在里面。晚安。